谈恋爱。六不能忘。你都没有，因为那个灯光一直照着，然后第一次也拍这种比较像一个什么灯啊，霓虹灯，霓虹灯，不是像那种白白的、啊，就这样，街头的感觉。其实拍摄会有那种有点呛呛的那种模糊，呛呛的，对。就是对那个那种感觉，比喻的还不错，就跟平常我们在拍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对，就是可以放在专辑封面的那种感觉的照片。我这件就是有台北大巨蛋，对，然后跟我们兄弟，然后这最特别就是会晚上的时候照到光，它会发亮，对，所以这些很适合穿去看那个演唱会，对，就是。穿进场就是炫光的效果，蛮不错的，蛮帅气的。我这件更适合穿去演唱会，啊，就随喜感这样。因为我这种衣服也很少，我都是纯白或者纯黑，没有这种很像有两种颜色的衣服。别拍孔。这次我们手灯的部分呢，就是会跟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唱歌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会集体的灯控。然后看完演唱会带回家的时候，就可以调自己喜欢的灯光颜色，然后摆在旁边。所以我觉得这次，这次还有我们 Q 版的画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手灯蛮可爱的，就真的蛮像去看演唱会的。所以希望球迷进场把我们带回家喽。你不要画一只猪嘞，哈哈。直接猜到了，好，好，画好了。嗯，没有走，没有走，没有猜到。就是买这板子，这笔都是会附，有很多颜色。对，那平常的话就可以放在书桌旁边，然后看想写些什么，对自己的讲的话还是什么，就可以放在书桌旁边。你很忙哦，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也可以把我们照片把它贴在上面，放在书桌旁边，跟着大家一起读书啊，然后就是我们陪着你一起看嘛。8月3号，8月4号 ，K 歌主题日，在台北大巨蛋，我们等你哦。8月3号，8月4号 ，K 歌主题日，在台北大巨蛋，出来出来。